了您的发财水跟发财金。农历新年倒数一个月，迎接2024春节，银行开运小物提前亮相。龙年抢财气，像我手上这一瓶发财水，直接把财神爷印在瓶身上，象征新的一年可以财源滚滚。除了睡过金库的发财水，台新银行今年准备开运三宝，包括1元发财金、平安玉手以及龙年小提灯，象征财气的小物一字排开，1月16号开放领取，让客户沾沾喜气。88888份的开运水，以及58888份的发财金，及时的时候放入我们的金库，吸了一整年饱饱的这个财气。那进我们的民众可以放在家中的财位，也就是大门打开2侧45度角的地方。发财水带回家要如何招财？有人选择直接喝下肚，有人放家中当开运法宝。希望带回家，然后跟家人一起饮用这个开运水，然后可以带来为我们自己带来就是财运。我没有喝，我就只是把它放在就是家里的一角落。另外，渣打银行开运水印上财富弄给你，取自台语谐音，寓意十足。永丰银行则推出龙年四宝，在2月5日到7日，全台125家分行都能领。至于北富银特别设计金色瓶盖，搭配龙年图腾，限量88888瓶。凯基银行别出心裁，推出龙五金堆发财米。其余行库多半选在2月15日开工日开放领取。但讲到过年，除了发财水沾喜气，红包换新钞也不能少。八大公股行库邮局2月1号开放兑换新钞 ，ATM 同步启动，要让民众换新钞过好年。记者林佩沈明阳。